叫张凯轩，我来自江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我主要负责呢是电解铜这一块，包括进口和出口，包括销售现货以及期货，包括像策略这一块的工作。不管是从期货还是现货上看，其实中国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内，它其实是处于一个相对的被动的一个位置。我们主要是从海外，不管是金属还是矿原料这一块，都有大量的需要做进口。这个呢就是阴极铜，它又叫电解铜。那它是通过阳极板放入到电解槽当中，通过铜离子的吸附啊，它提起来之后呢，就成为我们这一片一片的这个电解铜。那么这一捆呢，大概是2.5吨。别看这一片哈，单片看上去还挺薄的，它实际的重量啊，相当于一个成年男性的体重。就是以前呢，最开始伦敦金属交易所呢，就我们现在叫伦铜，是我们不管国内外这个期现货交易的最主要的一个交易场所。那么后来呢，我们上期所呢，在1993年开辟了所谓的沪铜。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打开了我们国内自己的一个金属期货交易的平台。在2020年的11月的时候，上期所又提供了全新的平台，就是国际铜，给境外投资者来中国去投资铜期货，开辟了一个新的一个舞台。我们现在沪铜和国际铜相当于是国内和国际的一个双循环，那他们共同组成了我们的国际铜的一个上海价格，使全球的这个投资者可以在中国享受到和国际其他交易所相似与国际接轨的一个交易的一个制度。就比方说它的一个完善价格的一个发现制度，我们可以从价格发现沪铜、国际铜及伦铜乃至 COMEX 之间它有价差，那么投资者可以从这价差中选取自己策略方式进行一个套利。喂，你好，国际铜07合约帮我抛100手，试斩。有成交吗？好，全部都成了，是吧？好的，好，谢谢你。另一个方面呢，不管是在沪铜还是在国际铜，它都有一个完备的一个交割库。交割是一个期货所的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机制。那么比如说当沪铜与国际铜它比值相对较低的时候，那冶炼厂呢，它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货物呢出口到国际铜的这个交割仓库做卖出交割。那同样的道理呢，当国际铜和沪铜它有一个合适比值的时候呢，那么贸易商他也可以同样的从国际铜的交割库做买入交割，去补充自己手上的货物。那么这样呢，那我们的国际铜它相当于是一个蓄水池，去调节我们市场上的一些货物的流通。今天要去香港参加 LME 亚洲金属交易年会，那么它会聚集全球主要的商品交易商，跟我们一起做一个商务的一个研讨。其实我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当我跟海外的一些投资者包括大宗商品交易员去聊天的时候，他们总是能够在国际铜刚开盘的时候就问我，哎，你觉得国际铜跟伦敦铜啊之间的价差今天怎么样，你们是否觉得现在会有这么一个套利的一个空间。那么每当听到这个话的时候呢，我就能感觉到